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房子的进展，很多修补的工作已经开始了，要准备刷漆了，这个风扇也拆下来了，嗯，还不错。这个灯，哈哈，颜色太怪了，要换一下。其实有些时候啊，你看一个装修公司装修团队做得好不好，你从他们这些最开始的细节工作都能看出来。比方说在刷墙之前有没有把那个 switch plate 撤下来，其他不需要刷的地方有没有贴好这些胶带这些纸，这些人人常说嘛，嗯，魔鬼藏在细节中，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。这层的地板也拆完了，我再看一下啊，地板下边其实就是这些这个 subfloor。铁脚线也都拆了，去楼下看一看，这些需要补的也都补好了。看一下这个地下室，这么个装修法呀，这个 filter 得常换，要不然的话这空气太脏了。装修的师傅们真的很辛苦呀。关注丽丽狐，买房买房从此都不迷路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